二战美国士兵被困荒岛57年，被救时不知战争已结束。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略显夸张的虚构故事，但还是有很多人为男主角在岛上独自生活了28年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也真实的发生过，美国一个二战老兵就曾在孤岛被困了57年之久。这个老兵叫做杰伊，二战期间在美国太平洋海军服役。1943年5月，杰伊所在的运输舰在经过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时被日本的轰炸机给击沉，船上成员基本全都遇难了。杰伊落水后朝住一个方向拼命地游去，在他精疲力尽之前，终于发现了一座荒岛。刚到岛上的时候，杰伊身上只有一把瑞士军刀，一个打火机，一个防水的盒子，里面装住一张美国地图，一面美国国旗，还有一张他妻子和女儿的照片，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好在岛上有很多小动物，岸边的浅水滩里也有很多鱼虾，凭杰伊的身手弄点吃的不成问题。刚开始，杰伊还每天站在岛上最高的地方向四周观望，希望有过往的美国或盟友国船只搭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杰伊彻底绝望了，茫茫大海上除了偶尔飞过几只海鸟，其他一无所有。没有盟军的飞机，也没有军舰，甚至连敌人的军舰都看不到。绝望的杰伊在岛上盖起了简易的木屋，他还捉了一些野生动物圈养起来，让自己看起来不是那么孤单。他还用兽皮给自己做了些简易的御寒衣物，不过幸亏所罗门群岛离赤道不远，冬天也不是很冷，不然他连冬天都熬不过去。由于长时间没人说话，杰伊的语言功能逐渐开始退化，人也变得有些木讷。他也曾制造过简易木筏，企图逃离这个岛屿，但每次都没离开多远就被巨浪给打了回来。茫茫大海中，杰伊像是被全世界给抛弃了一样，他开始变得愤怒，变得焦躁，时常一个人对住大海大吼大叫，好几次他都因为受不了这种孤独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次一有这个危险的念头，他就拿出妻子女儿的照片，一看就是一整天。这段时间，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时间流转，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杰伊也从一个壮年小伙子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的身手也没法和当年比，寻找食物越来越困难，好在他养了很多小动物。就在杰伊对离开这座岛屿感到绝望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2000年5月，一群来自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探险者乘坐汽艇登上了这座荒岛，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杰伊，一个穿着满是破旧军服，头发花白，满脸胡子的野人。杰伊见到其他人后非常激动，将那面破旧的美国国旗披在身上，
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由于长时间没有与人交流，他的语言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但那群探险者还是从杰伊含糊不清的声音中听出了美国以及两个名字。人们猜测那两个名字应该是他女人和妻子。这些探险者把杰伊带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并告知了美国政府。五角大楼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出了直升飞机将他给接回了国内。这时杰伊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了，而他在岛上已经待了57年的时候。57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就算杰伊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早已是物是人非，亲人早已不在。因为战争，杰伊在荒岛上独自度过了57年的时间，这比坐牢还要折磨人，而一个人的生命里又有多少个57年可以消耗？